它的外表。因为呢，我们在整形外的变化这个部分呢，我们除了呢它可以变化现在以外呢，我们呢搭配的丝滑透视镜也是一段。那怎么轻薄透呢？我们呢除了呢在前中心的展现呢深绿的柔光线条以外呢，我们呢在整个罩杯的里程呢，我们始终呢非常透气而且非常轻的体验级的这种 Q 棉。那你在穿脚的时候呢，非常的轻盈，非常的舒服。现在模特出场的这件呢，也是我们今年的第一支广告所打的深绿清透气感的广告色。我们今年呢，除了呢用轻薄透呢展现我们设计手法以外呢，我们呢在罩杯里程呢用了非常轻的那种量级的这种罩杯来设计，同时呢在边部的部分呢，我们用了吸湿排汗纱，让你呢今年在穿脚的时候呢，一样能够感受到吸湿排汗的感觉。华特的生命轻透性感，我们呢除了用轻薄透的材质来展现今年的设计手法以外呢，我们呢这里非常轻的这种材质，尤其是呢我们的 A 罩杯到 E 罩杯，我们呢专门呢为我们所有的女性消费者呢做了量身打造的设计手法。在里程呢，我们除了贴合了吸湿排汗的材质以外呢，我们呢在边部呢使用的是透气的材质。